啊，各位同心大家好！哦。我为高雄来啊，南部宣达团，我伫南部做团长，我以前做三毛宫的当事党事长哈，啊，所以您啊，广教上若插袂乌的，以前若咧高雄可能捌看着，我、啊、哋三毛宫遐吼，倒手边著是伫迄个广场倒手边，咱就挂美国政府的旗啊遐吼。 即近我来办公室，办公室哈、哦，各位老的高阳啊，哦、的高阳诶，哈，带来啊，小车啦哈，我咧拜一个拜五，吼、哦，固定诶拜一个拜五。早时啊，哎九点，介晡时啊五点半，阮有工作人员伫啊。那今仔日呢，啊由我来主讲吼，来讲起来，咱的台湾吼、哦，争夺何去何从？ 这个题目做大了啊！但是呢，因为咱的短时间内的，咱把其他那个缩小哈啊，所以要讲理必须要带小伙伴。主讲者什么人哈？啊，我本人叫蔡在元，名字好记啦，那看一届就记了。咱当然讲这个蔡哈啊，来改什么蔡啦？啊，蔡在元来，啊，蔡一对蔡，您您辛苦点的，您您给要蔡一块瓦金哦。 一 <noise> 九四，共交和十五，只能讲嘞，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我也算啊，日本日本囡啦，哦，第一个战争中吼，啊，咱在座即来遮话本身也是日本囡仔，但是战老的、哦、是了诶、哦，我著毋是啊，啦。好对无？我读过讲，对啊，陆军官校啊，绿岛总共十五栋吼、哦，哦啊，即个校房读读啊拢变无学校去啊，即个绿绿大学即满无学。 这个无一样哈、哦，啊，了到有机会了，後我个走一代、哦、啊，吼啊，遐进一步了研究哈、哦。咱即摆来说嘞哈，我来讲、哦，我今经历，为我早期著加入民进党，一路出来了后，迄阵啊也无民进党，但是呢，伫咧党外气氛内底哈，你必须爱组成个动力来对抗。 迄个不公不义的国民党啊！啊，小弟我会讲起吼，民进党为头啊，啊，为啥变到即阵吼，含冤较早咧加入吼，对党有迄个革命的感情吼，啊,啊，这为啥一直无伊啊？吼小弟我会个就是啊，补充一个说明吼、喔，我作为董事长啊，来健播宗教的专委员吼，咱这個宗教吼、喔，各位在座可能也有基督教也有佛教或道教吼。 你想阮奇怪，啊你準！你中交的总会是咧创啥货？吼？大家就无咧开会啦。咱即满台湾合法咧吼，较、喔、正当是一两百个啦，正当吼、喔、啊，大家运作的吼，超、喔、四五国正当俩。啊，剩的弄啥呢？像最近有有中国风参登啊，伊也是一个党咧，啊，党咧创啥？你知影吼、喔？国民党就是吼英俊。 你党讲表示我民主了吼，哦，保卫政党，啊。伫咱看着几个啊？尔，为什物政党会安那呢？因为党吼开收过，迄、那个啥呢？企业家无款，啊，管来是呢，也当免税，所以国民党真苦，伊就讲、這個，即、這个即个啥呢？苦啊我吼，饲作者安那呢？饲作者因国民党诶算民。 个建设、建设了，开咱老百姓一个那个条卡就对啦。哦，即个我年代哦，说想说讲一下哦。啊，宗教呢，也、啊、是二十几个宗教吼，是内政部登记有案，著比合法的就对啦。啊，你宗教内底吼，诶、欸，拢本位主义啦。你比方花教人吼，我就甲你开开生咯。花教人吼，提下建议啦，讲我来开一个屠宰场吼。

政府要扣税金，安尼毋对啊！因为因逐日老咱爱上京叩叩叩叩叩的，扣扣扣扣个时阵吼，啊，一个包伊偌债安尼吼，诶因来讲安尼啦，啊，顶悬个时讲嗯啊扣税，吼，因为殡葬华着个着改啊嘛，讲爱爱扣税安尼啊，即满呢，完道教啊着讲啊，嗯，啊，你收金砖个时阵吼，迄钱收来在做福利呢，啊要，买、那、收、個、金迄金砖是安尼个扣税。 而且呢，每一个宗教在底拢替伊家己吼、哦，本来咧讲义咧咧讲话着对啦吼、哦。而且是附带吼咧讲着即个即、這个宗教者啦吼。来，妈妈进入咱的本地吼、哦啊哦。啊，为什物台湾的宗途好去好上的神咯？啊，教这历史爱搁做一落高维台，简单了解尔，就是佮连起来。因为咧台湾的近代史佫较早的时咯，咱无法通做清楚。 但近代史呢，就做清楚吼。西班牙，迄时阵呢，其实国贵啊有葡萄牙，但葡萄牙呢，伊无来占咱台湾。当伊为了太平鬼神吼，伊看着好啊，咱、哦、个迄个中央山脉吼，啊个遐水，啊所以因呢画起句讲哦，火摩萨，火摩萨了就米来只倒落掉了吼。啊，就慢慢是哎，因食迄个西班牙个时阵，因个干队真强啊，对无啊就来顶陆，啊顶陆对呢？ 就是北部，伫咧淡水、这个、好好哦，即、那个阿门城，有无？吼，迄个所在。啊？即买因底下的时阵吼，迄、哦哦、个十六当尔伊阿荷兰呢，吼，看即个好所在，完伊对呢为带人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西班牙伫北部，啊，荷兰伫伫咱南部，啊。个荷兰是讲规矩啊，我荷兰来管啊，过来拍，就拍西西班牙。啊，所以西班牙呢，就去迄去管出去啊，西班牙迄要管出去啊，管出去了的时阵吼。哦 因即个西班牙甲荷兰吼留落来，咱即满看有原若他们金头毛诶啊，我奇怪啊！你看是变种呢啊，伊迄落带着哪西班牙，还是荷兰？啊，迄迄落落荷兰吼因后裔就对了。爱隔两两代、三代、四代吼，一路给造出来，迄个基因吼也造出来。所以，阮哋哥用我，不看讲奇怪啊！你看金头毛，啊，目睭就个多安尼嘛。

啊，即摆来讲，中国啊讲水泥啦，诶，中国讲水泥哦、喔，啊，咱已经阿木陀用咧惯习啊，迄落是阿木留落来土啦。啊有有，个咱较早咱诶血有无？迄个还阿血有无？还阿火咧咧，较少年就毋知影。即卖我咧赖大尔。较早咱有还阿血啊？为啥米讲还阿咧？咱讲伊还阿，伊讲咱还阿咧。啊火火，他他他他啊但是因走了，留一寡遮子物件吼。咱甲今仔日，伊话也好，物件也好。 咱继续咧用啦，迄个是荷兰啊、西班牙，即马耍咧是讲哪呢？了，地心光嘅时代吼，地心光时代走来台湾嘅时阵定律哦，当然甲爸为友和为高乡来，只是咱高雄啊，在做哪高雄你知影吼、喔？要写完嘅蛤蟆声遐，伫挖工吼有一个咱土地工吼，叫做开台开台获德土壤吼，著、就是七海贼啦吼，为高雄定律嘅。 所以我讲，阮阿高雄人吼，毋知咧做是毋是海贼啦，也毋知影哩啊。就七月为高雄也定约诶，吼，阿拢骨力百当啊吼。啊、這個，即个其实個提醒，即个电视讲，因老百姓咧海贼啦咧，因遐人海贼啦。吼，安尼台湾了后先吼，你啊看吼，即个时间因为农历无定约诶，所以到尾啊吼，互咱也拍输伊嘛。吼，当然讲我牵连着妈祖的关系啦，吼，安尼叫咱们卖关系啦，吼，啊了后先吼。 有无？邓小平离家了，后一六八三年，我我清朝吼、喔，拍迄落西隆、就是，著是吼因清朝入关为平哦，佮拍来咱台湾的、喔。所以伫一六八四，咱台湾就是清朝的版图。哦、喔，这是简单，别知影吼、喔。清朝版图了后，先、那個、呢，迄个规定，大人未带未使啥呢？未使带某囝过来。吼、喔，伊前规定了海，入、就、了、是、海禁。 还真的、就是讲吼，或年以来信吼，你拢袂使带家人偷渡嘛。啊，所以来咱咱只啊，迄个东西咪想看嘛，啊奇怪啊，啊著袂使传某囝来，啊咱生毋知安怎走出来啊。所以像我一句讲啦，有个通山讲，无个通山骂，哎、欸，你奇怪。安尼咱后生免啊，做些就地出材啊。因个你啊，电视讲无可能迄个剑感吼，都后无。 我见站起内底嘛，迄、那、过、個、来当然不要特别怕，要烧钱的，若拢规个沙包的啊，吼、哦，就是以后慢慢来开放的心哦，迄是足少数，但是规万大军的心拢是沙包的，啊内面啊啊在就地，所以咱迄统内底有作者是边播作的，啊这毋是件小的代志啊，吼、哦，有可能我若讲阿妈我阿祖祖做哈，有、哦、可能边播做啦，无一定啊，因为什物。 中国迄阵啊，过来时因哦，都要娶某过来，海禁啊，所以呾咱想吼，咱今仔来做拢毋免想讲有得来啊。哪会吴伯雄吼，即个一点咧讲吼，讲个祖先无法通选择吼，好、喔，你听得配合无啦？啊，你祖先搞咧，啊你你你也袂让伊啰，你你,你、那個、對對祖先你啊个有非洲亚伫遐上升到个，你祖先就搞咧，对毋对？你无法通选择吼。喔 信毋是呢？但是咱人，你后生，会当选择，因为咱有资格，咱有咱有政权，咱要选择啥？所以伊讲迄毋知你听袂落，你叫他祖先袂当选择，当然袂当选择啊，哦对毋对？啊，但是呢，今跟即项行面无关系呢，你伫台湾只食台湾米，食台湾水，你大汉呢，啊你今仔讲咩？别讲杀十做对吗？哦，这这小难当来讲真吼。 来，这个看得到吼。咱今仔日啊，秘书长也讲到，咱台湾的关系为什么跟日本有关系啊？吼、哦，都战争六十几档，阿个咱伫国民党即个教册内底吼，互咱作者拢怎啊呢？总模糊去啊。所以包括我，我若是有国民党个教育内底读出来者，阿个坐过也多，阿、啊、在你所接触个迄个环境吼。哦 和你无想讲台湾含迄啰关系啊？是毋过台湾和美国也无甚物潲关系啊？为虾物啊，咱伫罗宁都无看到迄个图片啊！咱即位罗宁看到迄迄四阿六、四二六遐，一大堆啊！你看无啊？对毋对？啊，但是其实真有关系、啊。我甲你讲来，九四年是甲我政经嘛？啊，到尾证书，九五年的时阵吼，伊安那拢把台湾、朋友、国货、日本大放底，吼、哦。 日本是皇帝哦、喔，迄毋是讲挂日本政府，挂日本皇帝。若讲的时阵呢，因阿把辽东半岛那挂，结果挂的时阵，伊约了签好啊。因为安尼呢，因为德国啦、苏联啦，对即搭拢抗议啊，讲的袂使。因为迄时安尼是神圣不过分的领土。辽东是较清、喔、那清朝吼，恁遐祖先啊，迄落时阵咯，这毋是小小民地啦，恁若小民地会让挂。 買一两百倍，对无啊，这毋是，所以呢，主动，所以讲，两千万万鸟的心咯，把迄个玉都废掉了，辽东半岛个形形清掉，啊，所以从台湾加培养俩，吼、哦，这简单。了事你啊看吼，一九四五年吼、哦，上调是四月初啦，即、這个年过三七年已经红民化，而即个小民地是为着要征服即个迄、那个台湾心吼，较、哦、早清掉哪呢？ 伊挂货人是咱即间厝啊，啊，结果挂人伫隔壁啊，算人挂挂货郎伊啊。吼、哦，这即个这进步后边，所以引起安那呢？咱的原住民的高山族的，含日本发生足济的战争、烧台，就是安尼来的。用、嗯、奇怪啊，你挂货啊，这块都毋是你清朝的啊。所以因较早的时哦，因的土地是较伫沿海西部即边俩，中央山脉以东的部分哦。 根本清朝咧管袂着诶个事喏，啊，规拢杀走日本啊！哦，啊，所以日本为着安那呢？我啊，国际法，我来甲征服吼。所以有作些事件嘛，有大霸诶事件啦、啊、无锋事件啦、啊、无等诶事件,、啊無事件,啊無事件啊、有无？作些拢会相拍，伫在座诶话拢知影吼、啊。啊，了后开始一九三七年有无？洪明华，上条了，七日一九四五年四月七，随着日本的侵力来大日本帝国内底诶领土。 安尼是从迄日开始吼，咱台湾朋友，特毋是小民地啊，都袂当随便挂互人，所以看恁历史，当人讲吼，就是代志伊为什物讲放弃？毋是把伊个主权吼，伊所有权吼，拢互、哦、人毋是啊，迄个袂使之啦。所以迄日了，后开始啥呢？会当吼、哦、征兵，啊征兵个时阵吼，各会知影吼？ 迄阵咱咧特工队啊，托个托个台吼，去征、哦、兵啊，啊，直接伊前袂当征兵咧，啊，所以因为纳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内底的国民啊，所以会当甲伊征兵。嗰摆日呢，咧派代表去日本东京遐做开会，吼、哦，安尼已经成立讲正港大日本帝国内底吼因尼方面啊，着对了吼。虽然讲吼，迄、哦那个战败的时阵啊，咱会倒了命运吼。哦 著加入作看客啦。有战败，美国个心咯，本来伊个了主导攻击啊，若照军事上就对啦。我这道阵营，我个讲迄倒啦。但是咧，尾期，到尾详细讲咱呢，好、哦，啊，要讲台湾个心咯，因为咱台湾个特工队吼，去去菲律宾遐吼，好、哦，一台飞机了要弄个军舰，一台飞机了要弄个基地吼，伊讲吼，台湾只人只遐遐猛啊！ 吼，足惊咱台湾这特工队呐！啊，所以因安那过去吼、哦，唔爱拍台湾，用美字狗来甲咱轰炸了。咱咧较较一六年較，较少，毋知影讲叫米字狗来轰炸。阮写的时、啊、叫苏散啦，飞机若来一通炸死，阮来苏散。啊，苏散，咱只少年童心也听无，什物叫做苏散啦？就疏散啦，疏离吼，对不对？要要疏散的对吼、哦。 啊，走去山顶避咧，走对比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且锁开，即、这个咱本土谈即个锁开吼、哦，慢慢咧，哎哎安尼，哎哎团互下一代人在什物叫做锁开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弄见为了锁开的、那個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经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逃难呐，在北京讲逃难呐，叫逃难呐，啊，咱大陆讲叫做锁开啦吼，迄、哦那个战后，咱的证明讲吼，日本和咱有关系啊。 因为日本迄个靖国神社，拢总有咱三万九千一百个咱的台湾人伫个神社内底。吼、哦，你若如果讲咱毋是日本人，伊较落家里，家里啃他们神社内底，吼，即一点咩证明吼、哦？啊，我讲的神吼、哦，美国伊、那个搞牌的叫叫,叫越岛公击，军事上我跳过即个岛。 阿即也代表咱台湾嘅命运。若如果伊若叫做主导公司啊，就无经过台湾咯，伊直接跳过奥金岛啊。安尼美军来登陆，正式有器来了后，哦，咱台湾呢疫情多都不讲安尼。啊，结果毋是啊，伊拢跳过，拢走伊奥金岛啊。所以奥金岛嘅命运就是安呢。到、啊、一九七二年诶时喏，阿你讲讲个了，拢互你向日本啊，向日本吼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呢毋是。 系啊，即摆造成啥呢？造成迄个吼、哦、马加索一六牛啊！吼、哦，这秘书长了讲过吼、哦，就暂时叫伊来管啦。啊，过来时吼，毋知在西点定点吼、哦，啊，无法当做做总吼、哦、总无当走，啊，人讲也无当走啦吼，又、哦、过来到中国遐内战，啊，用赶出来，所以全世界的难民啊，就是蒋介石带一批啦。 啊，无当伊啊！啊，伊来咱遮啊，咱、啊、台湾上爱歹运。当初要多人个心吼因着选三个所在啦，一个叫西藏，一个海南岛，一个咱台湾。吼、哦，啊，西藏怎样呢？迄陆军败去哩啊！像即卖是西藏足资产诶，伊着青冈站迄个铁个铁路吼、哦，会当陆军会当接运输物个内底啊！吼、哦，对毋对？你霸占你西藏就着啦，而且是把西藏迄瓦吼，我只要讲瓦灰先吼，伊即嘛。 港管吼和妈配合，要换咱台湾人换会，所以伊也出来啦。啊，咱突然诶，咱走，啊伊入来啊，咱也突然诶，走，都要换会。伊西装的鞋呢，汉人伫咧支买新咯，做生李啊。啊，像西装发生冲突啦，啊，冲突的鞋喏，外外国拢毋知啊。啊，你啊抬啦，杀啦，所以作者啊，家己自杀，啊，无就逃亡。啊，你逃亡你走诶，时阵，汉人躲入边，你搞咪西装内的汉人来。所以今日台湾内是小安尼咧。 所以目睭戴铁互金呢，来用即个讲能吼，就相当伊啊。俺即摆讲吼，迄个叫做“一早攻取辽心咯。所以我见那块命文含没兜那命文，都因为美军跳过遐，啊，造成咱今仔这个改编出来，来。來我刷来心吼，咱讲的迄、那个，吼二八四加这吼、個，先个讲击的迄个人，因。 一个地心讲，就和清朝拍牌，啊拍牌了后的时阵吼，哇，迄、那个青条就统治遮，啊又日本拍牌，啊拍牌了后的时啊，伊挂荷兰了吼，有咱台北的遐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唐景祥遐吼，无唐景松有无？小等下，我看看下，因遐啦呢，就讲诶，咱别挂日本，别使，咱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澳大利亚大澳民主国。 哦，我正讲个吼，就谈民主国吼，全亚洲第一个台湾建立民主国个，就是来台湾呐。隔个三十年，就走路啊啦，就走得来扫中国大陆去的，迄寿命上短个啦。啊，你无区别。哎，当初伊即、這个那呢，伊即个迄个国旗啊，用只只黄红蓝底吼。啊，你个想看觅，即和中国拢有关系嘞。因啊，迄个龙兄虎弟啊，吼，中国是讲伊是龙啊。 啊，所以你只阿小弟著用好啊，啊，其实著是含中国有关的，所以这棋仔有无吼、哦？这村里队毋知影，若较早的时阵吼、哦，较早的村里队呢，迄落伊原先怎讲是李万基遐啦，哦，李万基，我个在座知影吼、哦。诶、欸，啊，到尾即个棋吼，斗咧村里队吼、哦，若即个白啦，吼、哦，最最原始的即个棋阿著对啦，哦，各位知影吼、哦。我来。 即马著是吼、喔，怎解释？吼怎解释？较上调就即马遮啦，吼、喔、著、就是伊来了后先哦，开始戒严，戒严做先啥呢？做先咱著二百事件，啊个咱呢，有咱得必须公布无迄二百事件各位呢在座咱就当心有较少人知影。迄伫咱台北号沿平南路遐，啊一个欧巴桑在离婚啊。 较早袂分就是分鸡啊，尼娘吼。结果有迄、那个，因为中国啊，吸收多的吼，毋知含迄个鹅鹅蛋安那安那伫咧卤卤甲鸭肠甲拍掉的。迄是在一九四七年诶时吼、喔，二二或者二七暗啊。咱为啥讲二八事件呢？伊其实即个阿婆啊，是二七暗要拍死个，拍死了是有一寡人呢。而且人诶时吼，好咧十岁高家村啊，来咧伫工地啊，讲个时候，诶、喔欸、真暗妈拢耍。 哎、欸，问题发生伫几日啦？就二八迄支灾啊，二八灾就做不好的就对啦，等于就传啊。好无代无志。咱即个阿伯咧未婚娘娘，好迄个四中过啊，四弟阿是喏，八四的种。嚯，啊，哎，叮叮啦，就当讲是对对对，啊，台小婆拢直直去。伊较早无迄个行动电话咧，啊个较早咧无 BB 课啊，迄足机关咧传咧信哦。好有够紧诶，我一我一第个因兵男啦，嚯，我一大堆人啦。 开始的时阵就团围啊，为北部、中部、那个南部，就是啊，要抬黑啊啦。吼、哦、迄就发生诶二百事件就是呢，啊，只人火烧高了，为北部烧甲改南部去。啊，咱咧想啊，迄阵我作细汉啊，迄阮阮阿嬷诶时阵哦，拢讲领导拢比咱倒卡啊，不倒卡。哦，我只孙仔拢会了比咱不倒卡。迄包括阮阿叔诶时阵，做医生啊。 买出人往进来先咯，落去啊，死边啊先咯，也真怕死啊！伊都不管你医生无医生啊，来端，啊，得端无死端不起来吃啊！阮阮老爸拢用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迄落订印吼，收一个得果啦，啊，背单甲拆一个背单啦，啊，咱厝拢咧无无粿嘛吼，迄落细汉时阵，咱知影咧无无粿，无粿拢红膏啊，用红膏啊写紅,、啊、红十字，阮遮孙仔规拢拢拢伫阿下一顶顶吼二三十个吼、哦。 阿爷、啊、咧，阮老爸爷伊红十字啊，哦，因为阮阮阿叔医生是第三，阮老爸第二啊，也是咪，阿讲找伊便宜啊，要受伤迄代啊，啊，甲阮阿叔救起来，这是二八，这二八的时哦，死偌一人，个真无正确诶答案，一有二八诶家属毋敢出来认诶，你先有报上，伊也毋敢出来认诶。你看外悲啊，哦，咱但人规十档就那精英啊，拢好大哦，啊，你后。 当然，别说恐怖，我晓得啦。吼，那讲一下，别说恐怖吼，迄个互恁听了就吼。迄就较小心吼。啊，若要讲啥年代讲嘞吼，可能也三点钟讲袂完、啊我喔喔。我简单讲个，就喺因戒严的时阵呐，上加戒严的吼，有几下事吼，咱即个东西咪毋捌听着，我简单讲吼，你望有一个时代毕业的。 啊，即摆一间学校吼、喔，弄牛头班诶啊，甲牛头班的知啦吼，迄牛头班诶吼、喔，无、喔、一个老师教下去啦，吼、喔，教两日啦，啊，着把我带去甲校长讲，讲我不干啦，我不干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倒系啊，校长拢揣无，揣无老师变啦，带一 <laughs> 个书呆毕业诶哦，少年啊，诶中国籍诶吼、喔，少年啊，咱早期讲叫外省诶啦，啊，咱即摆讲毋是，伊诶中国籍，诶，伊就自高自扬啦。 校长讲来学好学讲伊安尼啦，迄、哦啊欸、校长好好好好，伊上，好,好、哦、上啊，上几日啦，然人啊批评啊咧，啊你批评内底诶心咯？伊安尼讲你毋？伊讲像你们这个吼，我们怎么样反攻大陆啦、啊。哦，啊，一个讲出来心吼，即句是未歹，是咧美家囡仔讲好，啊，你调皮捣蛋，无要认真，啊，政府是安尼反攻到？诶、欸。 来听着的人吼、喔，诶、欸，等于讲老伯，等于老伯来報了报起你啦，报会跟美中报一样。讲老师咧、喔，讲课诶时阵吼，讲咱诶政府呢，根本就无法当反攻大陆啦。嗯，哎、欸，你总甲全安了了，即、這个老师拢调去问啊，如果某些学生哦、喔、调皮捣蛋，我是讲诶，诶、欸，不行。你说我们政府反攻大陆就是不能反攻大陆，较早雷震吼、喔，推进来你个自由中国论，著写著反攻无望论，你会记无？ 哦，叫佮掠去，掠去判十档的嘛。啊，且讲的是吼，即、这个即、哦这个这个老师吼、哦，就把因老爸吼一、这个青天白日勋章吼、哦，就刻在佮咪下边呢。结果法官也讲吼，你的青天白日勋章吼，朱尔当下迄个死刑啦、嗯。啊，你即也无死刑，你著感化三档咧啦。所以你就无资格迄迄个无效就对啦。啊，著感化三档啦、啊，爱做点这个他们管社会啦，吼、哦。 个另外一层个心吼，你个迄个保养啊，吼、哦，即个文学家有无？即、这个对项目关紧绑诶，伊讲无代志，伊咧写文章吼，著是第正个，无要咩。兼比总部无要咩，伊安那即个猎人诶啊吼，伊拢捉捉啥？会猎人诶有权系伊拢无要咩啦。啊，即个家己诶原则哦，哎、欸，安那会知吼？人老岁仔温诶，心就越多啊，因某吼做一个《中华日报》诶副刊啊。 啊，有一个，一个叫不派黑啊，哦，大力水手迄黑哦，有四百多啦，一英文黑啊，啊，无逐个翻做中文啦，第一百多、欸、的是安尼，拢哎有两个白仔，囝，哦，两个白仔囝哦，啊，无讲啥物人啊，另外迄一个，一个岛，哦，一个孤岛啦，即码第三百个时阵吼、哦，因老爸吼也羡慕笔啦，下骹一张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個那个红纸吼、哦，啊，啥啥咧，按伊寄摕嚟阿别啦。 到全国同胞书面，安尼哦，拢也无啥说明啊。就安尼写安尼就对啦。第四百多的先哦，因、喔、老师在伫下边讲八八八八，啊且到了咱两个啊，到全国，意思安尼吼，啊，系啊，有安尼就是咧写呀啥咧，写呀怎解释？哦、喔，迄是盖严时阵、喔、咯，嗯，安尼就所以啊，啊所以是无啥物证据啊，就掠伊伫中国读大学時的时阵，伊个同学伫阮高阳。 在海关来做警官，用伊讲同学，甲己来作证，讲即满恁的大海的同学，即满留伫中共遐咧做做官，所以恁同学甲同学的关系吼，恁拢有来往，来、欸哦哦、说判安的冤枉无？啊，这这这是属实的，即下我关监房的心吼，若讲到这些事喏，啊呢，一一个百年，国头毛拢白，对吧？含含阮这个同心的事吼，一个拜年白。 啊！一礼拜诶，姓咯，我感觉得奇怪呢。若我可能讲一礼拜拜，诶、欸，历史内底吴子胥啊，吼吴子胥咧过关诶，心吼。嗯若是安尼。啊，到我想咧讲啊，这真有影。现代版诶，吼、哦，第想委屈冤枉嘛，敢那休息困袂去诶，心吼啊，头毛就爬起来啊。吼、哦，这是我我讲房内底吼，个一件了着吼，逐个喙意吼。咱大家讲拜鬼吼，个出毋到随便后别讲哈。 迄个怎解说伊十月三日是生日啦，较到中正堂、中山堂吼，拢总排队啦。各位在座毋知有人去排队去去祝寿无？若较少年的可能排无掉啊，阮这人啊拢排无掉去祝寿啦。祝寿是喏后壁门头前的人讲诶，啊，今仔拜鬼啊，我系啊未得啦。有人报去呢吼，讲竟然今仔日甲蒋公啊，我较早讲去蒋公啦吼咧祝寿。喔 嗯，啊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蔡某某吼、喔，伊讲今仔日咧拜鬼吼，啊，顺延是咧侮辱即个咱伟大的蒋公安尼，好啊，报伊咯啊，今日是咯今备总波吼咧钓伊门啊，啊，伊门了吼，你啊，不管那甲起诉给你啊，迄个法官遐时阵吼、喔，伊讲无啦，我讲拜鬼是咱大陆哦，叫做星期几啊？你今日问我讲今天是星期几啊？尼哦、喔，迄、那个法官外喵呢，有会调查哦。 猛然，台湾人本色的诶，迄个朋友有讲，诶、欸，阿叫拜鬼是是什么意思、啊？用阿拜鬼就是星期几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诶、欸，法官阿那判你知阿无？用经调查，吼，台语吼、哦，拜鬼吼、哦，是国语的星期几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因为讲的时间与地点不对，哦，阿那个判相啊，安尼，所以提的概念时阵吼。 真济吼，热钱咧做就完咯，啊！要讲些做些啦，吼、哦，今仔无啥时间用，我加加迄个十二点尔吼、哦，来，即蒋介石的时阵啦吼，啊！周、啊、建国美国讲车做些啦，吼、哦、吼，啊！佫耍热钱吼，我我我迄个。 觉得哦，所以看，比如像苏阳看咧，该遭经验哦。我会看，迄个还有哎，搁继续会看嘞。我来哈、哦，我投这边吼、哦，第一批是万市民投这边，看十二单。 即就是阮出来了后，继续阮走去另一国抗争。即个知有无？阮走去另一国抗争啊！吼、哦，哥少年吼、哦，即个即个，恁我靠绝对无法通看着的，啊！伫全世界拄啊讲我这张尔，这张啊，这张你看我、哦哦啊、一张少年吼，吼啊！伫即个身吼，伫金门中波因伫广播就一感。 一间阮吼，因为伊个太晚要去啊，啊日倒来咧去啊。阮暂时借过来食啦。啊，阮、啊、本来是住伫即、這个即有无？即有咧拍篮球的吼。即爿只是一个工厂，啊，顶爿是压房，啊，即爿的是做衫。的吼，阮有时间搭讲啊，无时间就我多。我做衫的时吼，迄、那个越南嘛，迄阵啊都啊标着越南吼，五万领的俘虏啊，南越甲迄个迄、那个北越俘虏吼，五万领的万达啊，甲衫裤。 拢，因为阮熟悉啊，尔，阮工资熟悉吼、喔，兼比种标来反做啦吼、喔，有可能无时间同我讲。我只讲七班吼，伫、喔、我徛咧一家吼，隔壁咧，阮隔壁吼、喔，苏东凯，婚姻即摆婚姻馆长因爸爸，吼、喔，伊就管伫即个所在。个过即来讲吼，七、喔、栋有嘛吼？七栋呢是三么来历大呢？较早迄个迄、那个啥呢？ 海军陆战队，哦，海军陆战队，啊，甲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一个迄、那个啥呢？迄、那个司令是蒋伟国，哦，蒋伟国个无，啊，张伟国俩伊一个副司令。迄、那个现、那個那個那個哦、在叫做叫哪，迄个赵子华吼，困伫一栋，啊伊无判哦，为啥无判？因为伊阵啊政策要拄出来吼、哦，毋是要针对蒋介石，是要针对遐老贼诶。 要针对个流差嘞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即、这个代志蒋介石知了总无判。啊，你甲蒋介石跳的时阵吼，伊放伊啊。即个副司令吼、哦，外国比你知影无普通若要做吼，咯伊政策内都有迄个迄个无线电嘛，啊，热晓啊，好咯，集合迄个司令台啦，啊，虽然在氛围啦，伊要二蒋介石当初叫做诗书笔画，你会记无？ 伊要北开心吼，来苏联大吼伫遐讲到喙到全南浦吼，啊，即个副苏伊也是要恶意啦，吼，吼，那是咱即摆安怎安怎，我都讲啊讲诶心吼伊有辛苦歹成啊，后壁吼、哦，这个辅导官啦，从走来吼、哦，为诶钱甲抢起来，拢个阿类啦，嗯，我看安尼，下骹伫遐看讲，啊咱诶苏联，咱副苏联较用阿伊吼，都变成安那呢，这证件无开出来。 啊，所以大个讲吼，这台湾庙文来说，伊正佳开出去的时候吼，蛇如破竹，路伊个大包起诶时候吼，用三号台啊，中东有其他各诶桥无，中正桥、什物桥、什物桥吼，拢互你袂当交通之面吼，落落因诶啊。啊，所以著即个命运啊，所以阮就袂咧讲讲啊，这这天、啊、较会变安尼来吼，伊著无代无志，正在愈出著路有在有啊，伫正佳内底人指挥啊，吼，伊著要互伊无伫安尼安尼泄势就对啦。 即摆过来有无？个过吼，个过遐一栋吼，有一个立法委员叫马相峰啦，吼！啊，这立法委员为什物？敢若两个月拢裁定，一家两个裁定，怎啊若无判刑？这是安那呢？一就是伊伫咧立法院啦，建议光大呢，讲，我们要杀成城啦，吼！以谢国人啦。即、這个是在三国代有有、那個、时代有无？迄个马氏的先吼有无？ 诸葛亮吼，伊走倒来，四十万大军拢无伊家己选倒来啊！所以诸葛亮较建议讲吼，斩马谡以谢国人啊。啊，只、哦、要这里我一问吼，带用即个历史典故吼，讲你单兵遐五十万大军的、哦，你担心诶心吼，遐了后你家己选倒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讲废类啦，目屎啦，勿要紧，爱斩担心以谢国人呐，无用吼、哦，伊毋知担心含怎解释，会秘密关系伊毋知啦。

个相机来甲翕一张做留念，哦，哇，伊都都总摕相机啦，甲偷翕一张啦，所以这张若上页过我吼，都我都有,有第二张啊啦，全世界都啊这张啦偷翕的，吼、哦，这张啦吼，佮改了会当出国了吼，我迄了美国，哦去拜访画派，画派诶，那个画派画精画浓吼，这些了了，伫、啊、美国真有名，这个画派，哈拉皮教授因拢啊伫遐有做过会长吼。 为什么即个画派吼啊替咱大陆做一寡代志？简单，我记一下来吼。伊当初诶时阵呐咧就讲美国遐咱移民两万个啊，一当啊，包括啥呢？包括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一带诶时阵吼、喔，甲中国大陆。咱诶画派伊也讲，诶、欸，台湾是台湾，中国是中国啊，对毋对？由咱迄刻来经济落诶时阵吼、喔，而且咱未跳机，未创啥货啊，咱伊佚佗来倒倒来，啊，咱有够。 经济啦，通移民嘛，所以军事你讲袂使。你若中国两万相对咱大汉呢，哎、欸，结果到尾啊，美国政府啊，采取安尼呢。伊咱两万，咱也两万哦，这是划牌争取诶。佫七点就讲武器啦，伊讲无爱别咱武器啦，叫咱划牌甲讲吼，你武器吼毋是保护中华民国哦，毋是保护怎解释哦？你武器咧保护咱台湾呐、啊？诶、欸、讲了够有道理呢，所以武器吼到尾啊继续对袂。所以咱即个划牌。 这是荷兰籍的第一个话，把做中央使馆的拜访。這个个即个遮我是北京，我万里北京吼，拜访遐新闻处、那個，迄、這个迄个阮底下翕相吼，即个个个乌路无吼。即个是吼，你都感觉伫遐前后，阮为头家辈，佮出来十五档，当底下毋是十五档啦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是要用退出电力股，迄阵啊，应该去电气个，所以即马。 叫做绿洲山庄啦，各位老去绿岛时喏，会使加加麦参观。迄、那个所在有作些改变的，迄是要互人看，讲哦，迄环境袂歹。其实阮是袂，毋是遐好啊？迄后边窗仔吼，拢密封的，有干啊一个窗仔安尼要看月牛吼，爱趴落去看安尼对啦。吼、啊，哎、那個、时阵喏，绿岛你会知影吼，迄、那个热热甲互你啊穿一啊内裤都站袂牢。 啊，内底老老的、老少年的敢若为着讲吼，要开窗啊，无开窗啊吼，来整治白啦。啊，为什物呢？年纪较侪惊风啊，啊，少年也是吼，啊，无风是袂使啊。敢若为这個、哪会协调呢？哪会大讨论呢？全班哪会讲呢？所以这个生活艺术啦吼，我附带个讲一些吼、哦，得到。

这个办证书法，这个吼，在迄当下呢，迄、这个苏联改体，迄、这个戈巴契夫，迄、这个戈巴契夫吼，迄、这个岛都还没做一下方啊，阿来当在讲吼，苏啊，阿拉解体个啦，吼，即个即个迄个即个校长吼。了，我走伊加拿大，我加拿大去去照中即个几国，我来看吼、哦，我以前较少年吼、哦，啊，搁看加搁看加迄个无从接嘛吼，你要看。 啊，这是因诺加拿大一个一個,一个律师啊，哦，因伫加拿大，阮伫加拿大吼、哦，佮伊记者会啊，记者会。因为时间的问题吼、哦，所以我想讲，这应该在讲两点钟以上吼、哦。啊，我即摆来，即我多讲较济啊。毛李登辉时代啊，我当讲啊吼，阿扁时代，阿、啊、即、這個、当着讲起来先吼、哦，咱阿扁也是。 真正有够可怜的，我个讲底下心哦，拢会感觉足伤心，因为捌阮三毛江迄代啊，计若要选以前，哎，选择了中吼，有拢走去阮三毛江遐，吼，而且因阿舅呢，也有用金表，阮老后起也个斗斗相讲着吼，所以后边的代志老大靠时间的是拿来讲啦吼、哦，啊，那讲着即个蛮久时代啦吼、哦，这是一言难尽呐、啊，真正一言难尽。 迄看个什物程度，你知影吗？因为最近吼，因为因老爸，我是怀疑老爸吼是共产党诶。因老爸死诶是无代不志，也是终极统一吼，啊，是渐渐吼要化解即个咱单独立，啊，要含咩病痛诶。哎、欸，足奇怪哦！啊，为什物历死诶是留即个遗言伫遐？其实骂因才让有即个思想。啊，所以今嘛，遐签约呀吼，要讲起来多多动。 就包括你吃啦、大啦、用啦，包括你生啦、死啦，拢开放起白。包括咱最基本的土公啊，都都都都开放起、那、了、個。吼、喔，莫讲吼，西面食什物规规括括啦，迄真啊一言难尽诶。啊，即、這个咱台湾的死鬼片，保证死鬼片诶，尤其佫最后一单来要签的吼、喔，叫做物流啊，物件交流迄一个叫吼、喔，因较早即马有拢走数呢。 什么兴高啦你是是、啊，啊、你国会拢招书记嘛？而且你也唔免啦，正式给你入来，啊，那就死呀！第一，因遐土地大，工资少，因正式入来吼，拢改减价，给你下价。啊，咱大人做者吼，贪小别高山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少得啊。啊，所以入来，咱大人吼，做者吼，拢会真正拢会死啦。卖讲江南无头路啦，江南农民都死啊，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一部分呢，吼、哦。 要讲诶，毋是咱这时间来啦，因为咱这时间有限吼。我再翻头即马再来讲吼。哦，我即马较重要，就是咱台湾何其好。像我本身也是民境党员，资深诶民境党员。但是当初迄、那个做国旗啊，做党旗啊，迄、那个党旗诶时阵吼。 各位来想看麦，伊是把台湾困当迄个十字路口，哦，伊迄是扳关的，所以我甲伊用出来啊，伊扳关的。麦较大家讲的是，讲迄我扳关的，你也无我应准点咧吼，较困入十字路口，迄个十字路口表示无方向，所以见咱台湾呢，从几十当来是无方向，毋知要惊对，十字路口是做危险的啊，咱伫台湾困当咩十字路口？ 迄卡车呼呼叫呢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会当证明一点的心吼，民众的动作欲冲动的心，都毋知咱台湾欲有倒去，这是作悲哀哦。阮这都出来了后，阮继续安尼呢？野乡对白，建立控制啊，为了老蔡填控制，控制啊总统直选。各位在座你毋知哦，阮这摆十五万大军的心吼。 为太大遐伫行，行伊个底下来，要用面刷卡，伫个迄个树林迄搭遐，部队规来，咱先炸落来。阮拢翻头去倒当困伫底呢，困伫林心北路，规条路阮暗时拢困伫遐。恁若八倒遐三更半暝，无人吃，拢困伫遐。结果就载来时阵吼，哇啊，逐个走了了啊，遐车队也走了了啊。迄阵做些甚物来着？考训练。 总去向李殿辉哦，他较傻傻懵懵的，所以本来我欲冲击电过来，部队咧调度的，伊也较知影。迄夜奔敌营啊，各位恁回想看嘛，较早的报纸点无？夜本敌营，就是呃可信用的。晚上你知影俺部队倒来两个监委，一个江边坚，制作优秀的，一个是叶耀平。 哦，啊，即我来免想解释，话安尼啦，啊，所以，我伫咧矿井内底吼，作者阮比牺牲，互顶悬咧生意两爿，我拢毋知啊，种以后较知影吼、哦。我咧矿井讲总统直选呐，总统直选困伫中后中后路遮诶时阵吼、哦，四面五阵诶，伫车头个过来啊，暗时啊，若落雨就爬起来，早时啊，曝大日个坐咧。 原先咧，控选无总统直选，迄阵李登辉来行行咧，要间接选咧，迄个国大一两千个伊呐控制啊。结果迄个张忠爱，咱我摕几十票出来，结果因有一个消息啦，迄、那个宋美龄吼，共毋知要送几百个过来吼，迄、那、一个国大五千万一个五千萬，迄、那个雷背一样，李登辉来选输啊，伊惊一个吼，所以就配合民进党甲总统直选，真系是改变台湾迄条底个，但我讲。 就算了，那总统一走了哇，阿比啊，台湾有解决无，无解决啦。阮即个抗政处理也是拢吼、喔、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啊，画作双啊，啊画坏了佫无伊啊，画骨啊十当。今仔来讲，咱大陆主管，今仔报出来讲，大陆主，主管在哪里啊？阿比啊，做总统都毋敢讲，做大陆主管啊。要申请是不认哪国用中华民国。 一面吼，人啊，你拢凸出来一是、嗯，啊，要个中华民国第二面是讲阿无阿那正面，台电阿讲无咱个台湾证明啊，用台湾共和国吼，啊，创出要如何申请啊？嗯，啊，咱另外个笑笑啊，讲啊，台湾当时全世界当时有咧，台湾共和国，人家毋知啊，啊，是要申请啥货啊，准备倒了倒来。啊。所以我讲吼、啊，用中华民国迄个旗啊，拢咧骗咱台湾老百姓，尤其是民政是最不应该。 啊，那不应该呢！你不把咱个台湾吹出一条路出来是啊，从毛中华民国的大腿，落来假生啊，个替背书，蔡英文的时，对美国讲哦，咩？哎，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哦、喔，对不？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，伊伊毋是代表咱台湾哦、喔。结果呢？在劳动公园的时阵，你演讲过无？讲台湾就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台湾，哎、欸，说替背书啦。 咱台湾当时是中华民国，所有历史物件起来，你若无资料，若无讲台湾中华民国，莫国讲中国大陆个，卖国个啦，对毋对？讲咱祖宗，讲咱阿爸，讲咱亲戚的，即、这个中华国抓头无背，抓尾若无背，为啥讲是个？著变叫你退背书，摸迄个大腿呀！今日阿阿强讲啊，中华民国无啊。嗯，伊咧紧张啊，伊咧紧张，人民紧张，因为咱就毋是靠中华民国个呀，最重国咱要管出去个。 是民进党靠了选举，选有钓吃大地，选无钓吃小地，阿拢牺牲咱台湾老百姓。好产业咱一个，着个月三十箍，正党给五十箍。啊全世界咱上戆的啊，咱票投给，着给钱给伊。所以咱就觉醒啊！今仔日是啊，咱在住台湾民政府对不对？所以我简单来讲今仔旦政府毋是正党，所以咱是政府是平行含中华民国。 美国讲哦，你是你是流氓政府哦，但咱台湾政府是咱本土的哦，咱是正港本土的台湾政府哦。<laughs> 差别伫即个所在呀。假民主了，咱来讲哦，伊讲啊，迄诈骗的，迄迄迄好笑的啦，是你好笑，我好笑。人家也摸中华民国到底个哪里？一咧无一啊，第三届就无伊啊啦，第一届互中国大陆赶出来。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，猜一个王牌伫伫南京啦。各位恁老去中国大陆，去中国遐佚佗，去南京看麦。中华民国王牌写伫迄搭遐啦。啊，有思维的问题，国际形势变化，别罕见爆发啊，所以蛮多、啊、美国就支持、那个伫中迄个联合国内底代表整个中国啊，对毋对吼、哦？诶、欸，世界变化。到一九七零年个时咯，阿飞三十三个国家。 讲地图拍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嗯，啊啊是啥物来代表？迄种变台湾一块啊，尔啊拍开，因内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，谁也无伫国际社会内底。所以讲，你若无要支持诶时哦，我要支持苏联诶集团啦。我美国今啊派国务卿来遮讲，结果咱老蒋诶把咱台湾带入迄个国际社会，故意变做啥呢？讲汉贼不两立。 哦，咱在座诶，咱有听诶无汉贼不良立，所以把咱台湾呐带入即个险境内底，叫佮伊伊人去啊啦。啊，咱台湾今仔咱的火焰呢，即句话安尼无无收啦。所以咱党诶命运，就经过酒驾安尼了后生。美国今仔也需要改变态度，因为咱大明朝的秘书长，赚了两百二十八，用二二八，即个数字去告美国。阮当初政治宣传，阮容去告哦，来告袂惊。 啊，我事后是，三公台人人朴树，有行了阵咯。我很奇怪呢。啊，我这树矮子先是啥过袂行？诶、欸。啊，恁是安那过会行？我著问迄原因嘛。原来咱人人朴的用战争法、用人权、用国际法甲过咧。啊，我迄受难者毋知用什物，挖沟甲过来啊，啊，过袂行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美国搞过咧了是看一心一性，这互必市长讲了哇？一心安怎，一心安怎？他嘛做里最狗话呢？ 所以，今仔是美国，因为啥呢？伊三权分立诶，司法、行政有无？甲甲迄个立法，迄无共啊，拢分开。诶。所以，到法律判呢，伊行政部门爱责任也无伊违法。所以，今日好甲在吼，咱台湾诶新闻变甲来，我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即年练了一生啦，吼、哦，坐落出来无要紧，叫做抗争啊，拢也无彩色啦，吼、哦，后、啊、壁做总统诶，时吼、哦，咱也无讲要咱做一官半职诶，由咱就咪讲。

拢哦，国民党哦暗抗过来十政，即咱个作势上个所在啦。所以当我接手大明政府了时喏，哎呦，啊即法律呢，咱法律个会当救家己会人进攻呢。我大人你总个袂当讲独立吧？伊是个你独立要怎啊？啊，管、啊啊、人诶啊，你袂来招即个两诶，哎，即即咱诶哦，咱大大方即件事咱个哦。所以当初诶时阵喏，蔡东荣倒台时喏，我若支持诶公民公民投票，你会记无？叫公投。 伊外号叫“差公道”啊，所以当然是咯。我哟，哇，美国是民主自由国家，所以呢，咱会当安哪呢来用公道解决咧？台湾的妙闻，定定我来去授课呢，去上课呢，再对啊，再肯定去台中受一啦公道的讲诉啊，一个了先，根本啊公道海拢无伊啊，算无影无水呀。我那我想讲奇怪啊，有啥物？ 你煞公道，你咪国倒来是咁讲咯，结果叫你家己中华民国来去选举啊，去选立委啊，啊选了诶时阵哦，嗯，公道煞拢无去。到今日当民政府了說，我知讲啊，公道都未通啊。有你台湾人甲中国人大大做伙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智甲到做伙的是甚么来做对峙啦？啊，所以你感觉讲啊，原来就是安尼，咱浪费几十吨啊，伫社会位置咧贡献公道是咱台湾今仔日报出来爱咧讲啊，讲台湾。 那无主管啊！啊，无毋对啊！台湾无主管啊！你中华美国，中华美国，伊若无主管啊！你中华美国，共拍退，你有炸土地来，相机共炸迄落来过来你台湾讲，个都土地拢伊个，你讲有对伊啊？啊个上本就民进党搭配合伊啦，为了选举，所以替伊背书。所以咱今日个性吼，中华美国今日要消失去啊！上惊是民进党，啊甲其他遐、那个，因为摸摸迄个中华美国诶大腿诶啊！ 伊若要中啊，伊咯也免选举啊，啊，都弄弄输你啊，你啊！但系那个台，咱毋是，咱著毋是政党，咱毋免选举，咱是告美国了啊，是咯。美国伊军队即摆，咱的民政府伫即、這个，伫咧迄落美国军少下家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以后呢，对毋对？以后要用咱啥名称，要来对来对外，要来运作，迄人较来用嘛。那即个时阵吼，因为咱。 即东西時唔知啊，喎，特別我發到其他事情，哦。你讲用台湾政府幫唔到啊？誒，其實哦，因為时间地点都唔对啊。当然咱以後喺大湄洲下卡，你要用綠島政府呢，還是要用台嶝政府啊？都唔是啊，那是用咱台湾政府啊，幫唔到。但是喺美国军政府下卡，台湾民政府嚟啲用咱名称叫未来台湾政府嘛，所以哦，食緊弄破壞，靠無大陸伤紧的。 所以，咱各位，咱个同心吼。第一，咱对买只要有信心。外口咱也不好哦。今仔日人吼，咱也无大汉啊啦，因无咧插力啦。今仔日是咱大汉啦。所以外口，你若无面子来讲，哎、啊，诈骗集团啊！我我讲，阮是个诈骗啥？你讲啊？有个诈骗啥？阮迄个，阮我那光讲哦，办公室诈骗中来呢。阮那办公室，我那家、喔、己负担呢？ 毋是恁咧发餐工，啊个啥呢？叫人募款，啊了后呢？遐钱吼、喔，啥物用？一基金会啦，啥物花果会啦。恁点款咧，家己享受咧，那了呢？啊，拢宽容遮老百姓，讲吼、喔，咱为着台湾吼，恁若出钱出力咯、喔。点餐馆工转，我我即摆知了吼、喔，歹势，遐餐馆，我一张也袂愿买。你点个餐馆，我见那个低咧哦，啊个老咧哦，你点个餐馆啊？啊边啊一万箍的餐馆，我拢啊留咧。 咱出钱出力，结果呢，要把台湾闯出一条路出去。所以今，今日咱各位台有即个心，啊个啥呢？有资源。人讲啦，那叫做讲福音啦。啊，若伫佛教台讲叫福音啦。今仔日接触这吼，含你外国所听无共。所以主，若那有人讲咱是诈骗集团诶心吼，你作简单甲笑一笑路啊，因为你要含伊讲诶，就讲啊，阿妈跟做大条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诈骗毋是咱。 骗咱台湾人感情，啊骗咱、啊、台湾人金钱，啊咱无呢，咱但咪就你开始拉开上课，啊带你食呢，对不对？来食爱带爱创啥货啊？无叫我敢收钱啊？但是呢，好、哦、办一个参会啦，我要选举啊啦，遐钱各位我在座可能会后壁参军过，后寄富贵，到头来咱台湾有啥物无？最后会甲汝带出去了无？所以我讲。 若有鲜人会当把咱台湾出一条路出去的？毋是国民党、朱阿明继续咱统治，我对伊嘛。所以有人讲讲，吼、哦，以后啥物，即摆咱过来团体呢，因为我卖机名较歹势，咱个人拢知影吼。伊虾米证？嗯，啊，伊也咧含咱引呢，啊，敢咧拼价呢？咱之前可是讲定咱去送个美国啊，国在修理了，遮做做还去送美国啊，一定毋是啊。 讲一个三百箍啦，啊有人讲五百，咧拼价啦。迄像啊，中国遐香菇叶嘛咧拼价，安尼相像哦。要太过勉强，对唔对？迄个袂现实个啊，无人认可个啊。所以我讲、這个，即个身份证，各位个先吼，即张个演讲是咱个咱个保命符啦。人讲吼，即张吼，各位老请个人吼、喔，迄个知影来袂请个人，希望赶紧国少，对国少关签哦、喔。即、這个代表咱台湾人本质个身份咯、喔。 要做要做贵，拿做台湾贵，拿做中国贵，是毋是尼？<laughs> 我入厦门的时阵吼，有一个阮先拉团的，去讲招七十几个和尚啦，讲迄个请心静啊。伊讲哎呀，我了七十几岁啊。吼，总之也无几年啊吼，点点啊，请个做麻烦啰嗦啦。伊甲讲啥？讲好安尼啊，安尼借问哦，你来试的时阵吼。 你爱做中国鬼啊，台湾鬼啊！用、嗯、我大来台湾鬼啊！嗯，啊台湾鬼，你爱唱啥物情啊？啊，无你你你你是中华民国的的正家，你是伫中国鬼呢？哦，赶紧来唱啊。啊，再来呢，所以呢，美国对你大人啊，中国人分袂清楚，为了即种贴出来，我是他你史，我咪请你史。啊，所以各位大讲啊，清楚是甚么啊？即种话毋是，我我我我三不免钱啊，欲创啥毋是。诶、欸，你真正家吼！ 这张就,就是保鲜符啦，保证咱台湾三十八年来，哦，有史以来就是咱证明咱台湾先进，哪较早都毋是啊。为西方啊，为荷兰的地心说，为青条，对不对？啊，今仔日有证实咱家己台湾先进。所以鼓，过年大哦、喔，去国小台抢身份证吼。义、喔、雄。因为时间过头也，有我大伯多你啊，吼、喔。以后有机会再去来吼。义雄多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请客的。